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去182啊，当一日摄影手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记得我们之前去骑182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被追焦的那一个啊。那我今天就想要体验看看，我们去帮别人追焦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先骑着我们的重机去找今天的特别来宾。Let's go， 出发。车子又要脏了，我的天啊！好了，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我爸。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没有啦，我们刚才见面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我爸陪我一起去182当一日这个追焦手啊。爸爸，你有经验吗？我玩的话是没有了，没有经验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初体验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，直接出。爸爸背那个包包好可爱哦，这个叫我背，有人给我100块我都不要。哦，哈雷，哦哦哦，今天约爸爸骑车兜兜风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也很久没骑车啦？没有啊。啊？怎样？没有啊，想说你很久没有兜风啦，今天想要约你一下。好。啊，你明天要骑重机上台北啊？等一下，明天呢？骑这台。没有。明天骑上去啊！太夸张了，不然明天要骑重机上台北吗？太扯了吧！不累啊，而且这天气不是什么好天气，他妈冷得要死哎！而且越往北越冷，我就说我爸很狂吧，有没有？各位相信的吧？哎，追焦手，哇，三台 Porsche， 哇，追焦手哎，原来我们也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追焦手。哇，今天超多追焦手的，哇，很压哦！哎呀，龙湖宫到了，龙湖宫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些是追焦的吗？不是吧，这边只是车友吧？有人在这边追焦吗？爸，这边没有什么追焦手哎、欸。追焦手刚刚在。对啊，刚刚那边一坨，我想说我们要不要去问他们怎么拍比较好，还是什么的？还是你要去那边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这边感觉不好拍，那我们去那边好了。那我们就把 GoPro 架在那个上面啊，可以。开始我们今天的一日摄影师。这个可以啊。那我们 GoPro 第一支啊，就把它架了吧。按、啊那個啊、那个手机的嘞，手机的不要录，手机不用了。
追焦照都很专业，都拿大炮。来稍微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那个吗？专业的那个相机吗？对啊，现在这边，现在这边手上。哦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一个大概多少？6万多。那如果用手机拍得出这种追焦照的效果？很难，也是可以啊。看吧，有些人用手机拍蛮厉害，人比较重要，人比较重要是技巧比较重要，器材是辅助，主要是还是看专业度就对了。好哦，那这样他们专业，我们有我们的专业，那我们就今天就拿 GoPro 尝试看看拍出一种动态捕捉的效果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开拍。那我就只好拿我自己来当模特啦。哦，好啦，现在轮到我帮自己追焦一张啦。找到，该出发了，不然天色要黑了。思维偷跑，思维偷跑，不讲。出发喽！那我们先去前面安全的地方回转。追装以后呢，再来好好的追焦一张。爸爸跟在后面，爸爸也要追焦一张。我们有我们的专业啊，用电脑影像处理，好不好？其实骑车的话，速度还是要放慢啊，因为你在追焦的时候，你速度越慢，你拍摄起来就越清晰啊。所以说哈，骑车第一个安全为重，所以说也希望每个骑车的人自己的安全性要顾好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然后速度放慢，不要太快。好，爸爸的劝导要听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骑车安全哦。好了，那今天这尾片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Jack it up.